Hello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我们的故事时间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练习的是我的家人。大家好，这是我，我是女孩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妈妈的妈妈，我叫她外婆。这是我妈妈的爸爸，我叫她外公。大家好，这是我。我是男孩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爸爸的爸爸，我叫他爷爷。这是我爸爸的妈妈，我叫他奶奶。她是我的姐姐，她是我的弟弟，她是我们的妈妈，她是我们的爸爸，她是我们的爷爷，她是我们的奶奶，她是我们的外公，她是我们的外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的家是大家庭，很多人都住在一起，还是小家庭，只有你们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呢？接下来大家一起练习讲一次这个故事吧。大家好，这是我，我是女孩，这是我的妈妈。这是我妈妈的妈妈，我叫她外婆。这是我妈妈的爸爸，我叫她外公。大家好，这是我，我是男孩。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爸爸的爸爸，我叫他爷爷。这是我爸爸的妈妈，我叫她奶奶。她是我的姐姐，她是我的弟弟。她是我们的妈妈，她是我们的爸爸，她是我们的爷爷，她是我们的奶奶，她是我们的外公，她是我们的外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哇哦，大家都说得非常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，我们下次见哦。